有同兄妹，结婚的时候呢，父母和婆家都给掏那种很大很厚的喜被，这种喜被呢一直放在家里，派不上用场。他问能不能拆成几床，拆了改成几床薄一点的被子，这样的话平时也可以用。他请问师傅这问题，这还要问我啊？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家里洗床被子都要问我，被子都要问我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因为这个传统习俗上这些被子是那个是父母的一个祝愿嘛，说希望那个儿女结婚之后能幸福一辈子，怕拆了之后会不好。拆有什么不好啦？人家有的人结婚，当时在地震的地区，人家把父母亲给他们的这种结婚的被子，人家都送给灾区人民了。功德无量啊！做善事。对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